挑战做五年级的数学试卷，太可怕了！大家猜一下我能考几分？数学简直是我的噩梦，我现在就想回家。赶走我！不要拉我！难道五年级数学题你都不会吗？三年级的我也不一定会啊。大家可以猜一下我和大头谁的分数会高一点？比赛开始。学校清华，我的母校，姓名大头。你不要读出声好不好？你也干扰到我了。因素是什么？我忘了。我因素，我告诉你，让你考。你根本不知道，我让你给我考低分。啊，你看这种题很好玩的，什么王华啊，他出去学校啊，然后走了五分之一，发现忘了拿东西，又回去，然后又再去学校，那他走了多少？我觉得他走了五分之六。这个题的话，中心点如果在这里的话，它向左逆转九十度，这应该不是九十度吧？你会不会啊？啊，反正我觉得应该选 B， 感觉是选 B 吧，但是又觉得很像是 A， 啊，算了 B 吧，感觉这个 B 有缘分。完全没有想到小学五年级数学这么难，终于来到了我最喜欢的判断题，反正不是对就是错。啊，为什么没有判断题？你做到哪里？我第一页会做的都做完了，我又做了两道题。哎呦我的妈！看一下我能考多少分，真的很难，我真的觉得。上学不努力，老大还要再做题。A B C D 都是非自然数，零 A 大 B 大 C 大 D， 那肯定是分母越大，然后就越小了。我终于等到一个我擅长的，来，我们下看。根据下图填一填啊，来，我们先观察一下图。我们右哈，右，嗯，最简单的没脑子的题，两个。你还能提出一个数学题问题并简单吗？这种题太容易了。请问一加一等于几？一等于二。你这个又要找老师答题了。是这样子的，我们花了15分钟呢，就是把前面的这些题呢都大概做了一下，后面的应用题呢就没有做，因为时间来不及。现在我们来看一下，我们能够得多少分？你大概估摸一下，你能得多少分？应该能超过数十吧。你可能就得15分吧。你觉得我能得多少分？15分，我可能30啊！来算一下，我说5/7嘛，为什么我填5/8？你走开、哎，这个也是对的。然后你看，二是对的啊，这个写的有点不大一样。这个是什么？错就错，来不大一样。对了，这个错了，这个对了。然后这是什么 ？C 顺时针90度。哎呀，我厉害死了！应用题啊，错了啊，对啊，对了，完了。对不对？好，我的得分是41分。来看大头的，我都没填。你不是没填，你是不会。1/3加1/3会等于1/6？难道不是吗？不是啊。你那么你就听他们。我的得分是。哎呦我的妈！想不到小学五年级的数学题这么难，还好我早就毕业了。你当年怎么毕业的？我当年，哎呀，先不聊这个了。大家平时的数学都考多少分呢？可以写在评论区，让大头学习学习。希望你们老师回答。